大家收睇賽前嘅準備功夫咧，就做得差唔多噶啦，天色咧就非常之好啊，萬里無雲，令到大家咧就加倍期待呢一場波嘅來臨。喺啲咁嘅好天氣之下睇波，本身都係一件樂事啦。呢一個球場係呢區最大規模嘅球場之一。侯正明踢开波啦！身形占优啊！个波飞咗出嚟，边度会追到先？内田攞翻个波，咦？防线有个漏洞喎，呢脚直线一下趟穿晒。真係話入就入啊！擺幾多個人埋去都阻佢唔到。嗱，對手後防嘅表現咧，其實唔差嘅，但係佢仍然好似魔術師咁樣，無中生有，製造咗呢個入波機會。睇陣，六到六角入波先喎。呢個入波俾到大家好大嘅動力啊！不過睇教練嘅款咧，應該係想再入多幾球嘅。球證吹雞犯規啊！信心是好事嚟嘅，不過唔係咁用咯。咁遠嘅射門嘥曬。邊度會追到啲球波啊？在左邊全力衝刺，浪高個波，好機會啊！直線靚啊！相信佢自己都明噶啦，下次要俾好啲至得。但佢走位走得好好啊，不過我諗佢對於隊友俾波個下就唔係好滿意啦。直接長傳，俾啲壓力佢，睇下攞唔攞到個波先。遠藤為腳直線向右翼傳出，呢腳波咁樣起腳，呢球勁啊！不過龍門好瞌眼瞓啊，傳個波入嚟，嚇到個後防少少啫，不過後防都處理得好好啊。而家一個傳球，喂，試一射啦喂！到底邊個會攞到呢個波咧？今次啊輸俾後防球員啦，不過佢唔使幾耐啦，相信都會再嚟過啦。突破咗啦！喂，差屎啊！爭咗啲，哇！一控。控得咁靚，如果有埋一射咧，就 perfect。
又點咧？踢埋上去，試下甩埋去啦，反擊啦！哇，跑得真係快啊！又將個波踢翻埋去中路喎，紅正舉旗。呢個波其實俾得幾靚嘅，不過佢入射嘅時間就差咗啲，早咗少少。快速進攻啊！巧妙嘅傳球啊！好波啊！呢、這個直線靚啊！側翼走位，槍子大腳解圍，係突破嘅好機會嚟噶。內田向前傳出，交俾隊友。揾到目標啦！頭先真係大煙啊！守門員大腳斬出去，達到啦！又係把握機會啊！入波啦！因為一個打一個真係冇乜人贏到佢噶，喺呢一度亦都唔係佢啊！單對住龍，最緊要就係冷靜啦。龍門係想擋佢噶，擋唔到啊！呢場波嘅形勢真係不停咁變緊啊！失咗波就梗要即刻反擊啦，形勢又有變啊！呢腳直線一下劏穿曬，出界啊！一個長傳啊，想前搶。靠自己的技術，冇龍咁冇冇到入去，真係幾犀利。佢搏曬命㗎啦，不過射門嘅角度啊，真係爭少少。高空傳球，你入唔入啊？龍門擋得好啊！呢球波撲得好。呢個波簡直即係唔係講技術去點救啊，完全係講本能反應嘅啫。進攻都非常積極嘅，其實你應該可以入多啲波嘅。不過上半場都好好睇喎。兩隊喺頭四十五分鐘咧都仲係咬住咬住啊，比數而家係1-1。下半場已經開始啦，浪高個波，接得好，睇嚟就似有機會。過就俾人阻止咗，巧妙嘅傳球啊！阮廷康攞到波啊！高空傳球，揾唔揾到機會起腳咧？呢球波擋得好啊！帶到個波上去啦，有冇機會咧？
波入咗嘅話，好大機會啊，係今季嘅最佳入球嘅。嗱，直到埋門之前嗰腳都完美嘅，唉，就係衰咗最後嗰下咯。遠藤整腳直線。追住個波啊！波甩咗出嚟，冇嘢啊！啱先話失咗個波啫嘛，又即刻攞得翻。呢個直線靚啊！射佢，反應好快啊！救得好，冇得彈嗰只啊！呢個龍門係抵加人工俾佢啦。啊，場邊已經係進行緊最後確認噶啦，發生好快咧就有球員調動噶啦。佢哋換咗個飛毛腿，睇嚟可以有啲貢獻。拉弓，值得試下嘅，不過就運氣唔多夠。喂，中距離射門呢啲嘢咧。内田试下握埋去啦，俾嗰脚唔够靓啊，嘥咗个机会啦。带住个波攻上去，呢脚直线一下趟穿晒，射佢啦！中间有几个队友等紧啊，解围成功。小粒圓滿啊！內田好快咁向前傳，而家睇落咧，場波關鍵咧就係邊隊能夠冷靜啲，能夠 hold 得住個波。呢球點咧？射歪咗。哎呀，龍門口前面咁射失，好話安慰佢啦，你唔問候佢都好噶啦。俾啲壓力佢，睇下攞唔攞到個波先。好，而家一個傳球交俾隊友，射門啊！嚟多次，唉，成隊波睇到有啲散啊，開始咧 hold 唔到個波啦。波飛出嚟，呢個直線起到腳啦！呢一球波要入噶。喂，係咪真係太緊張啦？頭先呢球波應該要入咗，佢領先噶啦。好嘢喎！一失咗啊，即刻攞得翻喎。呢腳直線一下趟穿曬，過到啦，過到啦，今次得唔得啊？入咗啦，入咗啦，搞掂，呢個波入咗。喺嗰一個位置真係冇乜可能射失啦！呢個波咧可以話係個個都有功勞嘅，即係唔係個個射門咧都要好大力㗎，或者單刀過曬個防線先至得。好似呢啲傳波傳得靚，係一樣可以入到波。破僵局啦！好多隊波一早都會放棄噶啦，啊！但係呢隊又唔同啊，一直保持冷靜同埋團隊精神，值得學習。好，而家一個傳球，小粒圓滿啊！
好機會啊！哎，差咗些少。呢球波其實佢射得唔錯噶啦，下次咧。試下壓埋去啦，試下壓埋去啦，穿咗過去，揾到空位。是有機會啊，兩隊要爭啲球波啦。哎，而家可以反擊啦。好，而家一個傳球，槍子一腳擺位，啱後直吹雞，犯規啊！比賽結束，遇上逆境就應該是這樣，真是非常扣人心弦的一次反敗為勝，他們都是值得贏這場球的。這場球球員的心情真的好像坐過山車一樣，一開頭緊張，最尾就是最刺激的一刻了，贏球了。我想現場這麼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想著這場球最後都應該打和的，想不到他們竟然夠膽再去攻，結果還贏了，抵讚。好，時間差不多了噃，在這裡我們多謝我們的足球專家 Keyman， 下次球場再見。